这是一个测试视频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做芋头的棉花糖吐司。舒服了。好了好了，给你们整个活儿。好，这活儿还是我小时候和一个老先生学的。牛批呀、啊！现在来涂鸡麻酱。怎么是这样的呀？这是泥巴。铺上香蕉片。棉花糖。连棉花糖都是爱你的形状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唱一首歌好累啊，要点脸。好的好的，来考一考，不要整些花里胡哨的。退下吧。好，再见。哦，快听听这酥脆的声音，再挤上我最喜爱的巧克力酱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别停。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我操你妈！停一下，能做饭不？好了好了，尝一口。嗯，好吃好吃，这简直是芋头亲手的味道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。